放晚老人院，你放心啦。我就系唔放心啊，先嚟睇住你咋。你啊，唔好似以前咁啊，要好好地做事啊。一定会。系啊，我会从衣食住行四方面去照顾啲老人家嘅。仲有啊，我打算啊，唔系啊，我已经投资咗一个智能养老机器人，谂住作出全方位嘅服务。喂，长哥，我哋边有咩机器人啊？阿长，系你唔好再做埋啲浮夸嘢啦。嗯。诶，我唔理咁多啦。你同我一起回去跟阿媽過年，我不回這裡做不好的話我不會回去的、啊、好了好了，我不逼你了。你記住做人一定要淡定，遇到什麼事情都要淡定、啊、咦，阿婆呢？這麼巧，原來是你、啊、你在做什麼？這裡不是養老院嗎？我不來得的。你終於承認自己老了、啊、實不相瞞，呢間養老院咧，仲未正式開業，我咧就過嚟睇睇咩情況，啱嘅，投資玩下咯。哇！呢度歡迎投資嘅，歡迎投資嘅。呢位係邊位啊？我係呢度嘅負責人啊，我叫阿祥，你好你好你好。你知唔知呢條八婆係咩人嚟噶？知，同你由細鬥到大噶嘛，你考第二佢係考第一，連失戀佢都多你一次，嘢嘢都贏你噶嘛。重點唔喺度啊，重點係而家有財有勢。勁我好多，你知唔知啊？如果有人投資你養老院，你又發達啦。嗯，嚟，好好招呼佢。得得得，冇問題。Lily 姐，既然咧你嚟到我曬呢個地盤咧，我哋咧就讓你感受一下全方位服務。嗯，可以啊。誒，阿祥啊，嗱，你準備個機器人，我同阿 Lily 姐飲啖茶先。好啊，好啊，好啊。請。機器人，我必須為機器人。卡卡哥，你仲喺度扫地？喂，冇嘢啊，长哥，你叫我卡卡哥。咁嘅，有样嘢想揾你帮手。吓、啊，咁咪即系呃人？梗唔得啦，我唔做噶。加你一半人工。好，但我得成咁喎。啦啦。呢度啲嘢真系唔错，几好食啊！啲嘢吓，环境又唔差，我几中意。智能养老机械人到。哇，幾得意喎！點解會著成咁噶？哦，點解咁樣嘅？話明係全方位啊嘛，所以咧佢有埋清潔工人嘅功能嘅。啲皮膚仲好啊！你睇下，正啊！而家測試階段咧係會有啲啲反應嘅啦，誒冇反應先驚嘅。高科技，高科技。仲有啊，為咗咧照顧啲老人家眼力唔好，又驚佢哋唔識字、唔識撳遙控咧，所以呢個機器人咧係有聲控嘅功能嘅。啊，真係㗎？試下，試下先。嚟嚟嚟嚟，遞水。我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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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啊！我要，我要啊！我要。兩位阿姐，稍安勿躁啊！呢個機器人咧啱啱出廠咧，你哋咁頻密嘅指令，佢係接收唔到嘅。嚟嚟嚟，兩位阿姐請坐，準備睇表演。話明多功能啊嘛，所以呢個機器人咧仲識得唱歌添嘅。好犀利啊！好犀利嘅。是但一首。不要問，不要。这歌好熟喎，边个唱嘅啫吓？呢首系我偶像阮兆祥参加新秀歌唱比赛时候嘅歌。哇！嗰阵时佢身好瘦，而家肥好多啦，真系。我觉得佢而家都几靓仔啊。有 t a 啊，系啊，除咗识唱歌之外咧，佢识得外语噶。吓？因为除咗招呼我哋本地嘅老人家之外咧，仲会欢迎国外嗰啲朋友啊嚟我哋嘅养老院噶嘛，所以咧佢识得外语嘅。诶，外语示范吓。外语。好想的人过来试一下，你听过不说的，看不见的人上来就去换脚的吧。呢真五种，喂，你有冇听讲啊？哦，咁样嘅，呢个听讲系新几内亚嗰啲少数民族嗰啲语言嚟嘅，系啊，我哋又唔晓啦，不过小维就晓啦。啊，系啊，系啊，好简单嘅啫。佢啱先讲咧就系欢迎。佢讲咁长。兩個字咋？兩個字夠曬力量啦！係睇啲語言好得意嘅，再示範。啊！佢啱先講咧，歡迎兩位阿姐嚟到我哋養老院，亦都歡迎啦嚟自全世界嘅老人家嚟到我哋養老院呢度享受超六星級嘅養老服務啊！咁短，
你而家翻譯成咁長，唔同嘅文字啊嘛，佢呢兩個字係博大精深嘅一個表現嚟嘅。係啊係啊，再示範。黐線，唔使翻譯啦，依個機器人啊，個頭已經縮咗噶啦，我幫你收翻。好好好啊。阿祥，我同你講咗好多次噶啦，創業咧要踏踏實實噶嘛。你總是不聽的。是啊，我呢關於個項目之前做了很多調查，回來的數據呢都是很好的，唯獨是說你這個人呢一興奮就在這裡吹牛啊。哎呀，我衰，我是這樣的了，我一時興奮我就亂說說話，但其實我真的沒心說大話的， 我只是想告訴你，我真的很認真地做這件事情的，我知錯。其實祥哥咧，佢真係好努力噶，為咗手資料同埋選址啊，佢叫我哋熬咗好多個通宵，唔係，係佢自己熬咗好多個通宵啊。係啊係啊，祥哥為咗做好呢間養老院咧，佢訓練我哋要從掃地開始做起啊，所以佢一心為咗養老院好噶。係啊，俾多次機會我，我下定決心，我一定會做好噶。好啦，就憑你呢份決心，我決定投資你。可以。真的。不過，我想講嘅係智能機器人咧。是代替不到真正的人的，在养老院的老人家需要的不是冷冰冰的机器，而是要有温度的爱。多谢教诲，铭记于心。感谢到了。祥仔啊，不如你跟我回香港打入爸妈先，他们很挂着你的。好，我一月跟你回香港接埋阿爸阿妈回来这里过年。好啊，在这里恭祝所有老人家身体健康，龙马精神，新春大吉，恭喜恭喜。